Tom. Mais qu'est-ce qu'elle a, la dame? Ça s'appell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Elle sourit et je parle. Amusant. Bah, il fallait. Forget my name. Hey, hey. Hey. They call me help. La mycose de ta mère s'était tendue. Est-ce que ton père aimait la crème que je lui ai prescrite? Moi non. J'ai le vagin en feu, des champignons partout. Ça te gêne pas, toi? Je vais t'en faire une bonne poêlée, moi, de champignons. Tu vas voi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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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llez, fais un effort. Bah, viens, on échange de famille. Oh, arrête, maman, j'ai plus 4 ans. Je viens d'apprendre que j'en reprends pour 2 ans faire chanter une chorale d'escalopes panées. On va s'attaquer au monument. Parce que quand tout va mal, il n'y a plus aucun espoir, il reste Michel Sardou. On peut peut-être essayer un truc plus moderne. Michel Sardou est à la variété française ce que Mozart est à la musique classique. Intemporel. Je veux sentir la luxure, le stupre. Ça vous est jamais arrivé, les boutonneux? T'arrêtes un peu avec ton parigo. Regarde-toi, on dirait Bella dans Twilight. Oh, ça va. Vous avez un don. Ça vous dirait d'aller apprendre le chant à Paris? C'est l'école qui est à Paris. Comment s'organiser? La ferme, le marché? Faut réfléchir à une autre solution. Tu sais ce que ça représente? Putain, t'es ma meilleure amie et t'as un don. J'arrête. Pourquoi ça? Je fais ce que je veux, non, c'est ma vie. Vous êtes sûre que c'est votre vie? Maintenant, là, tout de suite. Mes chers parents, je pars. Ça m'excuse pas tout d'être sourd. Je vous déteste. Mais je pars. Vous n'aurez plus d'enfants. T'es pas une mauvaise mère, au contraire. T'es la mère dont tout le monde rêve. Je ne m'enfuis pas, je vole.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法国口碑强片《贝里一家》和奥斯卡金奖导演的新片《流浪摩洛哥》双双问世。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影评人蛋糖魔来到现场，我们分享。小魔好，大家好，我是蛋糖魔，非常高兴来参加《异想世界》节目。我们本周强片双双通通都谈到了家庭这个主题的，对，可不可以帮我们先介绍《贝里一家》的电影本事？《贝里之家》这部电影基本上是谈一个身心残障家庭的故事。我们现在都会用身心残障这四个字来描述以前我们一些譬如说在身体或者生理功能上有问题。嗯，这部电影的基本的背景是一个身心残障家庭，那家庭有爸爸妈妈，一个女儿跟一个小儿子，那他们全家都是听障，就是他们没办法听到声音，除了这个小女儿。那不过呢，他们这个家庭基本上还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他们是做乳酪为生，对，然后在经营农场，对，在卖。然后呢，他女儿就负责这个跟外界说话，这是一个非常感觉起来是一个非常稳定、安和乐利的一个家庭。这个故事基本上分两个部分了，一部分是他的爸爸，就是那个有听障的爸爸，决定要选市长，因为他那个市长好像要搞什么 BOT 之类的事情，他爸爸觉得说他要来主持正义。可是他是一个听障，那一个听障要当市长也并不是不可能，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些蛮多戏会发生。另外一部分是他的小女儿呢，在学校被老师发现有歌唱的天赋，于是他的老师希望他能够去巴黎进修。那这个举动就让整个本来很和谐的一个家庭产生一些冲击，就说这本来一个很和乐的一个听障家庭，他们的内在危机开始浮现出来了。这整部电影就是看他们整这个家庭怎么样子去透过了解包容来化解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冲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贝里一家是今年就是法国的票房第一季结算的黑马，创下台币22亿的冠军纪录。所以小萌，你觉得他成功的原因可能在哪里呢？这基本上这是一个蛮励志的故事。那一个励志的故事，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讨好、非常让人喜欢的。不过这部片有趣的是，它的励志的点有蛮特别，就是说，一般一个身心残障电影的话，或许那个励志主角会是一个身心残障者，可这部电影却不是，它是一个就是甚至还是一个蛮有天赋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挑战的是整个他们的这个环境，就整个家庭的。
的一个内在冲突，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克服它。就励志的部分，反而是他整个家庭都在励志，对，都要透过这个过程来成长。对，其实冲突是蛮大的。你想想看，他女儿决定要唱歌，可是呢，这个唱歌这件事情是完全是他的家人完全无法感觉到，他们听不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性的一个转折点。另外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是他的幽默感。我们都看过很多听障者他们的生活，他们或许无法用言语表达，可是他们其他方面的表达能力却非常的比我们都厉害。譬如说他们的表情，他们的一些肢体，他们的手语。那这部电影当中呢，就充分展示了这种听障者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特性。那而且透过剧情的安排，还有就角色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互动，就是让整个电影非常有幽默感。譬如说这个父亲他去他要选市长，他就是，可是他是一个非常直的人，直来直往，他也不会那个政治那一套，于是就用手语啊，用那个表情，就是演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那种一种表演出来。那第三就是音乐了。音乐也是一样，一部电影有音乐，大概这部电影就好看。比较特别的是，这部电影用了一个法国的一个歌手叫做 Michel Sardou 的歌。那这个人呢，他现在已经68岁了。我现在一直找不出来他是怎么样子呢，可以跟台湾某个歌手对应。对，有点难。对。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我是后来才去上网查的，看电影之后，因为我觉得电影音乐实在是很好听，我去下载一下他的歌，然后我才发现这个做 Michel Sardou 对我们台湾来说可能是有点陌生。他在法国是非常重要的歌手，他主要是情歌为主，就像这部电影当中用情歌来怎么样来诉说这个剧中人的心声。他自己的音乐，他的歌事实上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他也有许多非常具有议题性的歌曲，譬如说他的歌曾经有讨论过回教徒的女权运动、女权问题的，就是以这为主题的歌。他有些歌是描写就是在谈宗教，谈殖民问题。比较有趣的是他的歌也有些受到争议的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会就是觉得他的歌里面带有种族歧视，主要是他那首谈宗教的歌里有用到奴隶这样一个字眼。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你那个西欧人，你只要去碰到这种殖民问题，因为西欧人本来就带有一个原罪啊，对，他们是白人殖民者的角色，对，他们永远会受到质疑。那Michel Sardou他自己本人是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嘲讽，他并不是要去，并不是歧视，而是一种你知道一种嘲讽，一种反讽、讽刺的一种手段。其实我就想到那个什么，接下来要谈那部电影《再见摩洛哥》，也是一个白种人去拍非洲议题的电影。对。那其实我有听过一些朋友有提到说，这部电影是不是有在消费非洲的嫌疑？非洲大陆的嫌疑。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解决，就是说有时候你就是白种人、欧洲人去碰殖民问题，永远是带着一个，永远是很容易被受到质疑。对，那Michel Sardou的音乐也是，他的歌也是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在。用他的歌，我想对于法国人他们是非常大的意义的，他们等于说他们的文化一部分。那对我们来说呢，就等于是观摩一个音乐文化。那音乐力量是非常大的，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转折都是由音乐来解决的，就是音乐代替了语言，代替了所有的东西。听障者是听不到音乐的，可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听障者却可以听到音乐了。他们用他一种方法，用他一种奇怪的方法，我不能够暴雷，来听到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就是说这个音乐这个东西不只是用听的，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获得，来得到。这部分的描写，我觉得是这部电影当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分，就是他把音乐的那个音乐的伟大的地方，已经超脱了一个只是听的一个过程。他可以用感受，用其他方法来得到，就等于是一个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怎么的秘密武器吧。对，那他们这两个人表情都非常多，就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互动，而且这些互动都是，而且都是跟整个情节的那个铺陈有很大的关系。这东西其实在其他电影是比较不容易看到的。这部电影的表演是非常特别的，对，尤其是表情。各种那种手势，
听障者的表达方式，是让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们大开眼界。嗯，贝里一家独得了法国凯撒奖12项的提名，几乎是全包了。尤其是这位女主角，就是新晋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法国好声音选拔出来的很好的歌手，然后歌而优则演，然后也得到了新人奖。那演技的部分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呢？其实几位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对。那这个女孩子很厉害啊！我觉得她，我比较最差一点就是说，她在学校。就是第一次唱歌的时候，他只是展现了一点点潜力，他并没有把他真正的那种声音实力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演的一部分，这需要很大的功力，你才能够把一个歌手从一个好像一个璞玉开始，到一个完成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美玉，中间整个过程每个阶段都能够用声音来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功夫。那我想也一定是需要一个很高深的歌唱基础才能够演出这样的角色。那这个女主角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东西，就是每个光谱每个阶段她的声音的变化，是蛮特别的一个表演。此外就是她的父母实在太好玩了。她的父亲是一个看起来壮壮的有点秃头很憨厚很大男人的样子，他的妈妈是一个尤物，身材玲珑有致，对，身材非常好。那他们这两个人表情都非常多，我不知道是他们怎么弄出来的，就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互动，而且这些互动都是跟整个情节的那个铺陈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说当女儿她那个他们发现女儿决定要去深造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就是说那种东西是我们平常我们一般的有听力的人没有办法表达一种东西。这东西其实在其他电影是比较不容易看到的。这部电影的表演是非常特别的，对，尤其是表情各种那种手势。听障者的表达方式是让我们可以等于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音乐老师的角色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说一下？这音乐老师很有趣啊。音乐老师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蛮讨厌他的，因为他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怀才不遇、对，觉得自己应该去什么大城市，对，大城市，然后被困在这个小地方，然后教这些天资不是很好的学生。可是我觉得这个角色他的描写他的塑造也跟贝里之家其他人一样，他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成长。就是这个甚至这个老师从这个女主角跟她练歌的过程当中看看她慢慢发现了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她慢慢发现自己，她慢慢发现一个自己的东西。然后呢她甚至等于她到最后她非常非常积极非常努力的去，我不能暴力，所以说要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到后来那股精力跟他之前前面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自暴自弃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贝里一家跟我们即将要谈到的这位奥斯卡金奖导演的前作走出极境其实很接近的那个主旋律，只是一个是德国版一个是法国版。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导演的背景？对啊，这两部片真的非常的类似，几乎剧情是几乎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故事。对，那这个导演呢，就是《流浪摩洛哥》这个的导演，叫做卡洛琳·林克，他是德国导演，他1996年就开始拍电影，不过他在之前就有拍短片了。1996年他才拍了第一部《走出极境》，那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可是他作品并不多，就几部而已。那《走出极境》这部电影呢，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片的提名。那他另外一部片叫做《何处是我的家》，就真正得到奥斯卡最佳外片。其实《何处是我的家》以及那个《流浪摩洛哥》可以看出来，这个导演对于国族议题有蛮大的兴趣，有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德国跟非洲之间。大家知道以前非洲大航海时代，欧洲对那个非洲殖民是很严重的。对，所以说他有在讨论这方面的议题，像那个在《何处是我家》在讨论二战时候，一个犹太德国家族移民到肯亚去避难，对，然后呢，最后发现说他的家庭人居然开始认同了肯亚这个空间，就是这种认同，他们从一个德国认同，一个犹太人在德国认同，转变成一个对非洲大陆一种认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导演对于这种东西，国族的东西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流浪摩洛哥的特色就是说，在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亲子关系。其实流浪摩洛哥的男主角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让我想到李安的一些电影里面的那种父子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常常是充满一些冲突。他们都是爱着对方，可是他们在一起是完全没有办法讲话。Nenne mir den Namen von einem Freund aus dem Internat. Gab's da nicht mal einen Leon? Das war im Kindergarten. Du hast ein ziemlich gutes Hirn. Also mach was aus deiner Marokko-Reise. Schau zu, dass du was erlebst. Freut er sich denn? Heinrich, pass auf den Jungen auf, ja? Paula möchte endlich mal ihren großen Bruder kennenlernen. Jetzt erzähl mir doch nichts von meiner Schwester. Ist dir doch völlig egal, was die fühlt. Oder was ich fühle. There's nothing to do here for me in Marrakesch. There is a lot you can do in Marrakesch. The problem is your father. What is your name? Ben. You have to go. No, go! Je cherche un garçon allemand de 17 ans.Menschenskinder, wo zum Teufel bist denn du? Bin mit einem Mädchen unterwegs. Ich will in die Wüste. Zeit, dass wir heimkommen. Wir waren jetzt das Mädchen, mit dem du da unterwegs warst. Karima aus Marrakesch. Nicht jeder Vater, der um 7 bei seinem Kind auf der Bettkante sitzt, ist deshalb zwangsläufig ein guter Vater.Aber du bist einer, oder was? Wenn du mich lassen würdest. Bevor ich losgefahren bin, da hat unser Schulleiter zu mir gesagt, dass ich was erleben soll auf der Reise. Das ist mir nun gelungen.《流浪摩洛哥》他的电影就是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流浪摩洛哥》这部电影的先讲主角好了，主角是一个男孩子，17岁男孩子，他是一个有一点对事情很冷漠的，就是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对，然后他有血糖的问题，他需要随时要测血糖，测血糖。就他身上是有，他不是完美的男孩，他是一个有病的男孩。而且他有戴牙套，牙套是表示说他是一个青春期在成长中的男孩，可是他却有点疾病。然后呢，他的家庭是一个我们就是很标准的功能失常家庭，爸爸妈妈离异了，然后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在摩洛哥工作当一个什么文化交流的导演，妈妈在法国。然后呢，他爸爸对这个儿子显然也不怎么关心。那这个暑假到的时候呢，这个小男孩他。决定去摩洛哥找爸爸过，那这是一件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觉得根本不想找爸爸过。可是呢，在摩洛哥那样一个异地，一个在有异国情调的地方，这两个人的本来是针锋相对的关系，开始慢慢的透过一个旅途的过程，开始互相软化，互相开始了解，开始去包容，最后达到一种。很好的结局，我想跟那个什么有点像，跟那个贝里斯莱有点像，都是一种包容跟了解的过程。对，其实两部片都是在讲家庭，都是在讲亲子关系，所以可以再帮我们再做深入一点的对照吗？你觉得它个别两部片个别吸引的地方在哪里？我想贝里斯莱家庭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和乐的一个家庭，一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可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听障的这个因素，让他们产生一个很内在的冲突。这冲突一直都没有被发现，那直到这个女主角决定要去学音乐的时候，这个冲突才慢慢展现出来。这是一个东西。可是呢，流浪摩洛哥的他们整个家庭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家庭这是摆明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对。那可是呢，在这个他们就是他主角还是要从这个分崩离析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出来。我觉得像贝里斯莱他的解决方法就是音乐，
就是说透过音乐，透过这种东西，透过听障者去了解音乐这个过程，让这个危机解除掉，让这个危机可以化解，彼此得到那个包容和了解。那可是，在《流浪摩洛哥》之中，他们化解的方式就是透过旅途。嗯，在电影的后半段，小男孩跟爸爸开始一段沙漠旅途。嗯，就你在一个对，你其实有时候在一个异地，在一个异国情调的地方，你会更能够比较真诚的去面对彼此。就是像这种东西，所以说，我很喜欢那个《流浪摩洛哥》演，就是他的空间。这小男孩他在爸爸的工作环境，非常西方的工作环境当中，他其实觉得格格不入。可是他突然跳到一个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去过的沙漠，他突然觉得很开心了。他突然觉得他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家。像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些有趣的情节，譬如说摩洛哥小男孩他们会玩滑板，可是男主角会穿上摩洛哥的衣服，就是文化上的交融，就是一种。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西方人拍非洲电影好了，他们都会把非洲描写成一个有点危险的东西。可这部电影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他也没有说拍一些比如什么古迹啊什么，他也没有，他就拍一些非常真实的生活实况。我想这部电影对于这种摩洛哥这个空间的营造，还有整个空间对于这两个主角之间关系的进展是有很大的怎么样帮助，一个推动的力量。但是你说这两部片的基调其实很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喜剧，然后一个是比较就是一般稳扎稳打的剧情片的基调。对，所以你可以就是怎么样的角度来分别推荐这两部片的地方吗？就是一组人他们在一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彼此的谅解，这东西不管怎么样都会很感人。所以说这两部电影我都觉得都是非常感人，甚至你会看到有点想要哭的那种欲望在。那至于说，《贝里之家》是个励志片了，带着一种轻快的喜感。如果说大家喜欢在一个轻松的状况下看一个励志的故事，而且同时可以了解听障者的生活面向的话，这部电影是蛮好的选择。如果你那流浪摩洛哥的特色就是说在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亲子关系。其实《流浪摩洛哥》的男主角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让我想到李安的一些电影里面那种父子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常常是充满一些冲突。他们都是爱的对方，可是他们在一起是完全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跟彼此相处。对，要透过一个过程去了解。那《流浪摩洛哥》最有趣就是说这个过程的叙述，他透过一个异国，一个欧洲人长久以来去殖民的一个大陆，跟欧洲有很大的历史关系、文化关系的一个空间，让主角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进行这样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国族啊、历史啊、欧洲，对比较一些摩洛哥文化，就是比较，对，这部电影摩洛哥拍得非常漂亮。鲜丽的那个颜色，然后非常有趣的人，每个人都很友善，不像有些电影写到非洲就是什么犯罪什么的那种东西。对，这两部电影其实都我看的时候有都非常感动，都觉得都是一个会让人怎么样有疗愈效果的吧？对，疗愈系的电影。对，今天非常感谢小摩帮我们介绍本周新片，谢谢小摩，谢谢大家，谢谢。